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啊！我刚才洗了个澡，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了，就是刚洗完澡呢，用这个羊胎素做一个护肤。好的，但是呢，总怕自己用着效果不好哈，就是很犹豫。我跟大家说啊，咱们这一盒的这个羊胎素哈，一共是36颗，里边有3颗哈可以试用。你要是觉得这3颗用完以后感觉不理想，您可以给它退回去啊，它已经给咱们上那个运费险了，所以大家放心啊，这点放心。您先试用，我也是，我觉得我试用了3天特别好。我就留下了啊，所以大家我觉得应该是放心的买，因为我给大家已经试验了啊，特别舒服，抹完以后，咱不是说为了皮肤哈，那个哎呦，不是白，也不是为了那个让咱皮肤滋润一些，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，脸别太松，别太垮，然后皱纹呢，别让它长得太快，是吧哈，能延缓它，是吧？然后改善一下咱们那个细碎的皱纹，当然了，你说都成了沟沟壑壑的那种皱纹了，咱就别涂了啊！我觉得就是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是吧？哈，还有网友就说了，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抹什么呀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咱们哈抹这个不是为谁，是给自己看哈。感觉自己皮肤也挺好的，至少早上起来照镜子一看，挺舒服的这个脸，自己心情就愉悦。然后呢，心情好，身体才好，是吧？哈，不是说取悦别人。到了这个年龄，我就觉得啊，不取悦任何人，就取悦自己，自己怎么高兴就怎么来。老粉丝都知道，我的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，是吧？但是我呢，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，哈。我在自己身上，我是舍得花钱的，不是说不管别人，不顾别人啊。我觉得，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我把自己搞得特别开心呐，是对家庭的一个贡献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哈？那我就把这个这个羊胎素的购买链接呢挂在视频的下方，方便大家购买。我也放在我的橱窗里，大家随时可以进橱窗找到它的链接下单就行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，人家都睡觉了，我也该睡觉了啊，再见。